美国的烟蒂怪兽各种都使用汽油板来疲倦出排卵的线索。不过，没有见到同好的细线索也多。各种病人过后，还个爱继续用出排卵做转场，就听说爱去其他的乡镇来投诉，漳州的继续行用专业线索监督。天凤凰希望各族每组的使用出排卵的汽油板，也会报给总算传出的好消息。像凤阳的秀一上主办生一天，也偏向苗栗县头份世界出排轮练习场，大概都会训练时间，当好出排轮的同学，做了一片训练。甚过也到同学的好壮志，摸住同学，过少摸住各种病人以后，再到其他县市的体育学校来读书，再做的继续出排轮的训练。体房方为了留到线数，已经争取设置呀出排轮体育班当多年。有一些学生会纳到桃园去，或是比较优秀的学生，他在外县市他有比较丰厚的一些资源，他们就会 跑到外县市。那就是其实我跟一桌这边讨论说，我们希望把苗栗县的子弟兵，优秀的子弟兵都可以 留在县内。之前学长在还没三级制度还没有成立之下，苗栗的资源比较不充足的时候，学长就可能跑到外县市，然后为外县市争光，觉得对苗栗来说比较可惜一点。苗栗县陈光贤得到消息以后，持续来听书争取。苗栗县高中的出排轮项目体育班，总算确定要在县的新法高中的体育班成立。县书堂都有一个好消息，全部当听。会觉得比较可以专心溜冰，就是比较多时间可以花在溜冰上面，然后成绩也会比较好。也很感谢我们新华高中在我们胡校长的这一个愿意配合之下，那把我们这些优秀的子弟愿意留在我们苗栗，那来落实我们体育三级制，那让这些优秀的子弟都可以继续留在他熟悉的环境，然后一起来做一个训练。而且我们在地子弟有这么优异愿意来为我们家乡来争光啊，所以我，全校师生呢，家长也都非常认同。县署当好的成绩，系县署不停的训练同当地的付出投入换来的。所以苗栗县出排轮无请专业的场地，县署每只只位都训练操场，是唔过做得一步一步打出完整的训练管道。各种一片成年出排轮的体育办项目，对一条县署来讲，已经系清好的新型电路。下个新闻总之面，系报道。